新闻最后看到，这是通过国际曼城认证的苗栗南庄乡，今年入选经济部中小企业处特色商圈补助。南庄乡观光产业协会特别就跟苗栗县政府推出南庄游购站，除了一系列的好礼大放送呢，这个周末也将举办市集还有展演，邀请民众漫游南庄，感受人文之美。说到南庄乡，大家联想到的观光景点大多是老街、老邮局、东村宿舍等，其实还有很多私房秘境、人文风情以及特色美食值得大家探索，展现丰富文化底蕴。南庄乡观光产业协会携手苗栗县政府推出南庄游购站系列活动，并以南庄山城花园品牌商圈为旅游魅力指标，振兴在地的以后经济。南庄有好山好水啦，其实有很多点，然后也值得大家来南庄，有没有细细的来这个南庄曼城呢，慢慢的感受一下。南庄有很多民宿有咖啡，有一些好吃的点心然后也好玩的地方。丰市集的话是10月1号、10月2号有很不错的表演还有一些市集，也希望大家来南庄晃晃。集结在地休闲产业、美食小吃以及住宿业者的南庄特色商圈，即日起至10月2号，消费满300元即可参加抽奖。其中活动期间在商圈粉专互动，还能周周抽好礼。我们兑换的地点在那个南庄老邮局及南庄的东村宿舍，这边可以做兑换还有投放你的抽奖券。那除了这个满额之外，我们是不是每周都有？只要跟脸书粉丝专业互动。对，是的。然后也希望全国的那个朋友们来南庄参与我们这次的活动。由经济部中小企业处挹注办理的行销活动，主要透过特色商品店家介绍宣传，让民众好买又好玩，展现苗栗县曼城魅力。而10月1号、2号在南庄游客中心举办的丰市集，也欢迎大家踊跃参与，一同朝向优质消费环境迈进。